大家好，欢迎回来。我们今天来做点很傻的事情，就是我们玩这个东西。我们玩这个史上他们就是玩家称最废的一张 GX， 对，就是他们所最废最废的一张 GX。但是对我来讲，我觉得，每一张卡都有它的用处，对不对？真的，每一张卡都有它的用处。我们就来玩这一张东西，这个东西，它就是190血 ，stage one。它特性是这个东西，它自己自杀，然后在墓地里面拿五张能量卡，任何的能量卡，就算你用 special 的也可以 ，basic 的也可以，然后可以给你不是 GX 或 EX 的 Pokemon， 任何，然后你随便放。所以那人就不喜欢他，因为他不能给 GX， 他们觉得很没有用这样子。然后打50，然后 GX 对方自己丢多少张能量卡，然后打50，是真的是没有什么用，他的攻击招数。但是我纯粹放进去是要用他的特性，我就要觉得他有用。那你要讲玩呢，就是你要配 Ultra Beast 的这只160血。160的攻击，然后这个的他的招数就是当对方跟你加起来总共加是6张奖励卡的时候，你只需要一颗铁的能量卡就可以打160。但是对我来讲，我不需要这个效果，我有这个蛋我直接可以打160。然后你可以玩这个最近就是蛮好用的，你打60对方退化。如果对方是 Stage 2 Pokemon， 他是 Basic Red Candy 进化，你打他 60， 他直接去退化成最小的，他就直接死掉。然后现在的 Basic 通常都是60或70，如果是70的话，你就看你要怎样去打他咯。如果是60 Basic 的话，你就直接打他就直接死掉。那他下面那招也蛮好用，打130，然后丢一张能量卡。然后你要玩这个傻哥，就是帮你加快丢 Energy 去墓地。然后你可以玩这个是给你最后攻击的，就是如果对方剩下一张 price 的时候，你可以打200。对方我的 deck 是没有玩 GX 的，所以对方一定会剩下最后一张 price。然后你可以玩这个，到你后面到你后玩到后面的时候，是不是你的 Pokemon 可能死了两次，然后你已经用好这个特性嘛，你不可能再这个不可能用第二次的，这个自爆弹不可能用两次特性，因为你用两次特性你是等于真的是自杀爆。然后这个如果你后面你的 Pokemon 死了过后你 energy 没有的话，你可以用这个帮你 charge 回你的 energy， 就是他第一招对方有多少个 Pokemon， 你可以从墓地里面拿多少张铁给你的 Pokemon， 任何方随便放。然后他的下面那招也蛮好用，打160。然后这个 deck 可以玩什么 ？Beast Ring， 因为 Beast Ring 就是可以给这一只跟这一只。然后因为这个蛋呢，他一自爆对方就四张 prize， 你可以直接用这个对方四张 prize 嘛，然后你可以直接拿来用它的效果，就是从牌组里面拿两张 energy 去给你的 Pokemon。是蛮厉害的，然后你可以用这个 Card Catcher， 你不用用古斯吧，你用这个就好。这个是如果对方的奖励卡多过你，你直接抓对方后面一个出来，所以你可以直接用这把枪，然后放这个就是烧 GX 的场地三张，然后 Energy 我玩12张，一个 Beast 三张 Double Colorless， 然后八张铁，然后放 Choice Band 跟这个是继承你的铁 Energy， 就是怕你没有。然后玩小肥仔可以帮你绿牌，就是这样子一个概念。我们现在就来踹一踹这个自杀小队 Suicide Squad Go， 我们来踹一踹 Suicide Squad。 这个我自己已经有 testing 了，是蛮好玩，而且有好耶，他真的是可以拿来打那个主流的那个 Gardevoir deck。 对方是什么不懂啊，随便啦，玩爆啦。通常你看到有黑暗的就是有这一只啊，有这一只的话就打爆。耶、yeah, 我走先，这个都要走先，因为你走先你就可以进化那个蛋，然后你第二个吞那个蛋爆掉你就可以杀人了。哎，手牌这么美，给我一只 basic 就好了。
这个 deck 不用玩什么 GX， 不要玩九尾，不要玩那个打不雷雷，可爱呀、啊、他的 sleeve， 所以我觉得可以。哎，不可以，这样子就不可以啊，咁就唔得咗。可以啊，其实还可以，有 Orang Guru 就可以啊，有 Orang Guru 还行，真的还行，给他剪这个，然后叫这个出来，然后放场地出来，然后抽二，你这样也打不死我嘛，等一下对不对？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交车，你看多棒，重点是我目的没有 energy。等下先，等下再放，怕他俩有吹风机，就浪费掉了。不要放先。如果我自爆，我就直接可以用 B string 了，就可以直接填它，是不是很棒？这个都不飞，明明就很好用嘛。不要有吹我的场地，不要有吹我的场地，不要有吹我的。哎，没有哎，哎，进化。哎呀，我应该丢找进化没？穿那个样子啊，这样子就是完美。是没有错的，没有做错，因为我是要这个。一二三，放。一二三，然后再抽三张。再给他。再用这个，再抽六张，棒棒的啦，简直就是包啊！一二三，三张都可以啊！一、二、三，看他死掉，对方拿两张 prize， 很棒，对不对？然后我可以做什么？可以做这个，那我的。这字出来，那个我丢掉还是什么？没有在这边，没有在这边。另外一只老虎，狮子不是老虎，抓他这个出来，有能量卡了，有能量卡了，打爆你能量卡。看，他现在四张 price， 我多少张？我五张，很快他就可以变成六，大家加起来六张，我就可以用这个。我放一个碧水，就我加这个，我就可以打220。射不射？觉得好棒！射我没有用啊！其实这个 deck 啊，他蛮怕 Zoroark 的，因为 Zoroark 打120嘛，怕130，然后他随便打了一个10，我就死掉。但是我也不怕他啦。有 energy 没有 ？Time Boy 没有，没有。给他进化啦！进化打死我了，我打会死你。拿两张，看谁伤一点。Come on， 三对。没有 energy， 没有 double colorless， 他就打不死我，他就会死。然后你去看他的投降。哇哦，这么浪费啊！知道吗？是不是？就是这样子，这副卡组。是可以玩的哦，而且不贵哦。其实你不一定要用新调，如果大家想组这一副卡组啊，它是很便宜的，因为全部东西都不值钱。如果你讲你不要用新调的话，你可以用 Tadeliza， 就是那个双子。安家店是什么？又是我赢啦，我走先啦。呼呼呼呼呼，哎。不是开玩笑，每一场每一个开场都是这样，明明这样美的手牌，你给我一只小只的就好了。给对方赚了哦，放这个在这边先。
拥有 Beast Energy GX。快来见我吧，孩子！哎，快点呢！这么累人。哦，啥场 deck 啊？啥场 deck？ 你玩啥场 deck 啊？沙场 deck 的话就有点难玩，有一点点的难玩。呵，胶满场，我是不是用不到小哥？对，我用不到小哥，没有变，一定要这样子啊！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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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累了，多累了，朋友，多累了。这是我的滑板鞋，摩擦摩擦，魔鬼的步伐。没有用，对我没有用。摩擦摩擦，魔鬼的步伐。不要乱来。没有东西做，其实可以做的，但是不要乱来。对方敌不动我不动，他一动我就动，对，就是这样子动。Sexo， 不要丢牌吗？麻烦的人呢？麻烦哦，嘘！不用丢完了，不用丢完了，再用这个，这个，然后再用这个丢完，找这个出来。越难玩的感觉，然后刚才就差收 energy 哦，不然我可以打死他一只先。一个不小心，真的那个 double colorless 跟那个铁真的是长得太像了。一定要打死他。一定要打死你啊。26 80 100 100，还差十，哈哈，打不死我。哎，差十都要死掉哎，干，他十加吗？孩子，这么将多这个魔鬼的步伐，哎，棒棒的。哦。
你 OK 冇？你 OK 我都 OK 噶。你 OK 冇 ？Bistolindo 两张刚刚好，给这个。刚才做错一个小步，一个小步。单价那么，又拿这个杀我啊 ？OK 吗？你 OK 吗 ？Oh no！ 死翘翘的。翘翘了，细翘翘，没有调，有点危险哦。我记得我有那个沙发铁的回去的东西。哇！他要继续杀我，别啊！孩子，你不要乱来啊！孩子，你别啊！这个给。这个给谁呀？给他了，没有变了。抽四，一二三四，哎呀！我记得里面有那个，哎呀，没有了啊，有啊，有 energy 三个。还是有的，他就出来了。刚刚说而已哦，他就出来了。现在是一人换一只，看谁换得快。你还傻？哎，没有啦，他不是傻。就是他要拿来退后包，他不是要杀，大家不要误会。他拿这个鸟打死我，一人换一张哦。但是我现在快够他了，我就知道你是靠大 LG， 杀我喽，给你喽，我没有变哦，一定死的嘛，是不是？只要你不防铁。我都可以打你。随便给啊！我浪费东西吧，不要浪费东西出来了。呵呵。哎，赢啦！杀我的小朋友！今天没有遇到什么厉害的 deck， 真的，大家，我。我也很难试给大家看，真的是也打了蛮久一下，所以再一次给看一看那个 deck list， 这个是可以拿来娱乐性的卡组，打不打比赛就是看看个人啊，可能可以，可能不可以，但是这是一个有心人的 deck 啊，就没有心的话就这个 deck 就不适合，因为它是个。讲卡也不会卡，其实一点点，它
还好，真的。刚才如果每副卡组都会卡的，但是卡的机会也没有很高，就 OK 了。所以卡组的卡表在这边 ，decklist 在这边。所以喜欢的话按个 like， 再帮我 share 一 share， 然后还没有订阅的记得订阅，谢谢大家，拜拜啦。